这个就是特别难剥，好像只有腿上有肉，别的地方没有肉。哎呀，好，就剩下这点给山东那几老姐吃吧。好吧，来整一根啊，真鲜，这是活的啊。太鲜了，这才是真正的蟹棒了。哇塞，看看，来蘸料汁儿，蘸点辣椒油，行，蘸这个吧，蘸点料汁儿啊。